Yes, yes, 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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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镜头发问 One, Two, Three Channel。今天几月几号？10月2号。哇，今天第几场已经数不出来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们今天呢去了很多地方，包括去了台北车站哦。台北车站这个场地我觉得很厉害，我们竟然能够成功在台北车站表演。还有接下来是去中山站。中山站完全不能表演。警察太多了，一路上都在赶，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靠边停。可是我们还是唱了一整场，嗯。然后接下来去哪？美丽华。哇，美丽华这很酷哦！美丽华直接在那个电影售票口旁边，跟家乐福中间那一条直接开场。嗯，然后接下来去哪？我们还去拉西门口。哦，拉西的门口，我的荧幕又在闪。你的荧幕老是不会好，算了，当作是一种特色。哇，今天收集到的怨气有这么多啊！台湾人民真的有点辛苦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精选了一些，我们先洗洗牌。嗯，快要洗牌了。洗牌一下。没有什么规则吧？好，来。用抽十月。哦，为什么来美丽华不能只逛家乐福就好？哎，他都去美丽华嘞。既然都去美丽华，那当然就逛一下美丽华嘛，干嘛只逛家乐福呢？这是哪一国的怨气？嗯。是，这我也不懂。段正淳纳命来，哇，怎么了吗？哇，这是个跨时代的一个抱怨。你是代替了你爹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太酷了！哇，这你来讲，我也要长腿和大奶子啊！这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哎，对，有可能是男生，有可能是女生的。你喜欢长腿跟大子吗？还在那边。为什么？你不是那种？哦，最近刚被劈腿，干超不爽的啦！把这段烂感情拿去地狱烧吧，我们绝对会帮你拿去地狱烧的。我把我自己烧掉。很爱男友，想兵变，两位真受。很爱男友，为什么还要想兵变？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张的时候，我也是笑出来。很爱男友，然后想，不行，我们帮他解释一下。爱他，很爱男友，想兵变。哎，错了错了，这是两个不同的主受词。她很爱男友，但是她的男友想兵变。哇，两位真瘦，人真好。阿尚，看电影不要吐痰。Fork， 这也蛮没水准的。哎，天哪！如果真的有阿尚在看电影，在旁边那，我真的生气。教育制度不要一直改，巫婆不要天天月经来。巫婆应该是老师哈。嗯。不过这同学相当不错，有注重押韵，我们欣赏你。对啊，你是一个街头的诗人。应该会诗写过多。不要再叫我香蕉了。欸，叫香蕉很棒哎。而且最近香蕉很红，你知道吗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 Banana, mango, bye. 唱错了，唱错了。Banana, banana, banana, mango, mango, banana, banana, mango, mango. High school, high school.High school， 我跟你讲，大家如果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话，请上 YouTube 搜寻香蕉芒果就可以了。香蕉芒果高校，记得要找中文字幕版的。我们每天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是看它的。好棒！为什么不能有梦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不能有梦想？等一下，帮他想个合理的理由。你可以有梦想，只是要跟现实妥协而已。不一定，他说不定是活在像以前琼瑶的电影的那个时代，嗯，他被家里管得很。家里有要他去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不能有梦想。你告诉我们，来自由发挥 Facebook，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帮你实现。为什么我没有男人？现在这边就有两个。我恨周年庆，女朋友拿了我20万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你没有拿20万，我只能说你很幸福。你既然有20万可以拿得出来给你女朋友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你没有，你不该有怨气。你不该有怨气，老板，不要再骚扰我了。这是职场性骚扰吗？欸，这其实蛮常见的。如果有这样的一般的职业妇女的话，欢迎来自由发挥的粉丝团，我们帮你伸冤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，你把你的故事内容告诉我们，甚至帮你做一条歌，骂死他。歌又不能解决问题。嗯，太塞奶了，你念。哥哥们，帮我考试好吗？我看着自己就知道国小生，可是可惜我们功课也不好。哦，这张很严重。
我大概我只能念头尾而已。亲爱的老师，第一次给你了。你不要这样漏掉中间好不好？亲爱的老师，作业也太多了吧？第一次给你了。第一次熬夜给你了。你不要自己也辣字。小华，不要再蹂躏我了。哎，这太煽情了吧？这我们没有办法。哎，蹂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就是不把你当人看的摧残。你表演一下蹂躏，你蹂躏我看看。我办不到。你蹂躏我。我办不到。表演一下。OK， 小华，不要这样弄他，很不舒服。最后一张，为什么我那么爱吃，又那么容易变胖，可是外表又看不出来？你拽什么？这拽什么？景婷同学，我相信我现场的时候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这样子很好啊，看不出来还有什么不好？爱吃又可以变，又开始变胖，很合理。但是既然变胖又看不出来。这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。哦不，或许他很希望别人看他能够胖胖圆嘟嘟，所以他很气。为什么外表看不出来？可是他变会变胖，但是看不出来，很奇怪。哦，也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看起来很瘦，可是当他男朋友一抱他的时候，哦，那叫当啊，那还弄跑没叮当啊，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不过今天很开心，我们的好朋友猫啦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在路上遇到了喂食的状况，他竟然整个送了我们，而且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。还有 7-Eleven 现在已经买不到的扑尼，他竟然买到了 ，unbelievable， 全部葡萄类的制品。阿达最喜欢吃的，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还有两杯饮料，剩下的东西全部都被我们吃掉了。我真的觉得没有他我不行。我想今天台北车站的朋友你们太棒了，真的，那个你们没有在我们那个角度看，我们在台上的时候一看，警察真的是用冲的过来，跑得过来，那很可怕、欸。然后最后我们走的时候，大家还跟我们拜拜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大船那个开离开港口的时候，嗯，好感动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对，赶快讲一下，如果你有看到这影片的话，明天有一场激烈的，下午2点在西门町。Yep， 虽然已经差不多了，等一下上传应该也是半夜，好，但是还是有机会要来。下午2点，西门町6号出口，礼拜天，我们的新 MV 上了，赶快看一下。死定了！最后，你们的怨气就是我们明天的动力。Love you。